I'm Maggie. 我是一个大苹果。 我哋不如唔好同Maggie一齐换啦，减肥又丑。我哋不如唔好同Maggie一齐换啦，减肥又丑。我哋不如唔好同Maggie一齐换啦。我哋今日系搞一个机会成本啊！ 中午嘅老师叫露露，佢就咁讲：神为来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的。我毕业了，哈哈哈。Congratulations, Maggie. So many job, so many job, so many job, so many job. So 祝福你啊，你可以出院啦。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寻找，就寻见，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 谢谢你们啊！要感恩，赞颂你，你是我天赋。